差不多啦。我要为伊开始差袂使啊。你相同位时间啦。相同位时间哦，十八到九哈子，吼，啊十到九 Q， 嘿，过来。二十年子，年子，年酒啦。啊年酒，啊二十啊三酒，年酒，十八岁、十九岁、二十岁，安尼迄我会晓，伊迄就是加岁加赛，伊迄加一不赛有无？那是九九赛，一不赛有无？十八姑娘一不赛插伫个迄个牛赛，一女好花插牛赛。唔爱讲啦，真唔爱讲迄个。你着讲十八岁、十九岁、二十岁喺度啦。哈，酒哈子赛，酒 Q 赛，你酒赛。哦，你个赛讲啊足明，足明啊，足标准啊。诶，我讲话日本人听有呢。有啦，我知啦。足标准啊。你讲得咁对。你今年的话，去年去奥克纳。去年去奥克纳话。去讲讨论，用自己讲的。足厉害。讲用讨看未见笑，讲用讨的呢。嘿，阿姨都唔敢讨，拢叫我讨啊。结果我两个伫遐下昏下到要死，结果我去讨啊。这我甲你讲吼。是嘿。十八岁都只，伊十八岁才酒哈子对无？诶，十八酒哈子对。啊，你那后壁佫加一个赛。嘿。酒哈赛。酒哈赛。十八岁。哦，未使讲酒黑菜，迄字就未使读出来啊。安尼啊，读出来，读出来人就。读出来开单啊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系你话到。啊，酒 Q 赛。啊，酒 Q 赛。啊，二十岁做黑达字，唔是年酒啊。唔系。好，黑达字哦。黑达字。黑达。嗯，黑达字啦。咱台湾人拢讲做黑达字啊。哦，二十岁就是黑达字。晓得啊？那当家三十的。三九赛，三九赛，那当家伊冇做哈达字，哈达字，哦，安尼嘛，二十岁就是用这用汉字改写，二十岁写二十才，哦，是二十岁拢会使啦，哦，迄个才对，我知影，晓啦晓啦，啊，咱今日安排我就是二十岁恋情啦，哈达字，哈达字喏，可以，哈达字啦，好，哈达字喏，哈达字喏，可以，晓啦，冇晒啊啦，冇晒啊你，哦。好，来二十岁的恋情哦，是啦，这哈达字哦可以。哦，二十岁那哈恋情，十八岁都有啊，二十岁，我较早拢十八岁就开始谈恋爱。你讲的是九代十代恋情啦，那是十代恋情。十代恋情，十三到十八嘛。好，对，啊，这是二十岁，二十岁，你讲描写二十岁迄年拄到的代志。对啦，迄个歌，这感情的背景安尼。安尼哦，啊，这首台湾歌。当然有咯，这作者这黄三元的成名曲啊，真的哦。当然这条歌大许多后边翻唱的作词嘛，你像西电影、客电影这拢有唱啊。黄三元不是阮临时捧干的出名，第迄就是唱红的啦。真的哦，对啦。哦，啊，这首嘛是其中一首就对了。对，伊也算是成名曲啊。无，咱来个欣赏苏老师为咱安排这首叫做《哈达字》哦，可以。咱来个欣赏看卖来，来要歌哈，要歌，要看卖来。Yeah.